比赛继续，上海队是疯狂的追分呀。目前王哲林罚球，看一下只差三分。上海队之前最高应该领先了将近20分吧。为上海男篮疯狂追分，看一下王哲林罚篮，又不进。王哲林这罚篮还不如大外援。三分分差，比赛继续。挡拆，没过去。哦，这球漂亮。哟，这球应该是漂亮。大黄也是懵了，没碰着，谁也没碰着。王哲林的发型有点意思，是严军老师吗？果然是严军老师。看这球，是吹了。碰到了吗？浓眉哥给了，发球，上海队发球，外援持球，王哲林挡拆，给，漂亮，大威空了。哦，大王积极啊，再给大威，哦，这个脚步漂亮又没进，可惜了。浓眉哥拿到篮板，小外援持球。新疆队这俩外援真是一个特别高，一个特别矮。想过王哲林急停，哇，漂亮，投篮真准。上海队小外援，两位外援对阵，挡开没挡住，这球应该造成犯规了。这球可以给的，造成朱一航的犯规吗？李春江指导，默默无语，摸了摸头上的汗，传球，比赛继续。上海男篮的小外援投篮命中率有点低啊，投吗？麒麟没投。再找，给到浓眉哥，浓眉哥直接投，哇，竟然进，万万没想到啊。八分，哇，浓眉哥七投六中，哇，上海队也可以，年轻球员表现得非常好。哦，漂亮，这球给王哲林，被王哲林盯板，这球给归吗？不给归，空了，空了，大威也是空的，这球还不给归，我的天，这球严俊老师就在底下也不给归，把王哲林都逗笑了。看这，看这球，哦，这是浓眉哥被冒那一球，看这球，我的天，三人围下，大王也是推了麒麟一下，笑了。六分，大王被换下，富兰克林上，富兰克林也是得分能力超级强。小丁，小丁也在场上，再给挡拆，没打过去，这个球肯定失误了，怎么能这么给呢？直接又拔，差一点。上海队拿篮板，长传，给到小丁。小丁现在只能打，哎呦，漂亮啊，有点当年的意思。哇塞，漂亮，有点当年第一小前锋的感觉了，漂亮。小心别犯规。哦，底角空了，麒麟，不是麒麟，浓眉哥吗？拿到篮板，再给富兰克林，看富兰克林，这球也不给归，失误。拿到篮板，又抢到，又来了个攻击下蛋，三打一，哇，这直接投三分吗？还有，厉害，七分分差，
新疆队小外援有点意思，被包夹了，哎呦，给了犯规，给了富兰克林的犯规应该是。上海队这段时间处理球又出现了问题，看一下小丁这一球，厉害呀，连过四人。比斯利也是站起来为加油，看麒麟这一球直接下蛋，小外援有点意思，自信。